4月29日，贾静雯在微博晒出了女儿布布和波妞的视频，并发文写道，布姐已经是数学小老师了，看来应该是个有爱且鼓励型的老师，波妞会是个好学生吧。视频中，布布与波妞一起坐在车后座，布布双手比了个十，波妞答数字，但波妞前两次答错成了6和7，布布则在旁边做嘴型提醒妹妹。最终，波妞回答出了正确的答案，布布则伸出了手和妹妹击掌鼓励。